紧张了。第一个，然后我奶奶。这是我的东西啊！你不要攻击我啦！等一下，旁边还有一只哎，我要疯掉！不行，你走开啊！哎，巴嘎诺诺。哈，他刚刚就是离我超近，往我的包包迈进，我真的是吓烂。这是一个被猴子追杀的故事。这两只刚现在坐的位置呢，就是我刚放包包的位置。然后这右边这一只大猴子就想要开我的包，我就很理性的跟他说：“先生，放下我的包包。”然后他就是应该是有听懂吧。然后我就拿起我的包，然后移到这里来。这只小的就给我这样爬过来，他追杀我，我直接这样冲到上面，然后绕干到那边，然后观察他们。然后我现在想要坐在他们的中间的，他们听得懂人的话是不是？为什么要看我？为什么可以跟猴子对话沟通无障碍？巴嘎诺诺是什么咒语吗？